都是呐喊，要所有人出来共享。现场来宾，平常你们来到花莲看到的是阿美族的表演，阿美族全台湾原住民人口最多，16万人口之多，公年纪非常会跳舞，叫做平地原住民，泰鲁格族、泛泰雅系都是纹面族群，高山族猎到猎物，防止隔壁的部落来抢夺，勇士们现在在部落的周围保卫着家人。泰鲁格族没有丰年祭，以祖灵祭、感恩祭为主。前面第一位带头的红色披风长条子，代表部落里面年纪最大、德高望重的老奶奶，又叫做阿嬷。中间后面黄色、粉红色披风，代表昨天刚刚结婚的新娘子。今天我们几个小朋友比较小的，正好爸爸都生病，我的到台北，所以都不能来跳舞。今天都是几个比较大的，你放心，他们跳的比小的好很多。现场来宾，你们只知道赛德克巴莱，隔壁南投雾社事件抗日英雄莫纳鲁道，在雾社事件之前16年，这个地方发生过泰鲁格战役，抗日英雄哈鲁格纳威。村长今天特别把哈鲁格纳威请到现场，现场来宾掌声欢迎哈鲁格纳威出场。不好意思啊，又是他，因为一日一休，其他都下班了，他留下来继续演。大门口的石雕、餐厅的木雕、石雕，都是纪念哈鲁格纳威，换句话说是个雕塑，是个死人站在那里不能动。他现在演那个雕塑，死人不能动，请他活的动一下，活的。小米猎物三株丰收，准备要来庆功。现场来宾，掌声欢迎勇士出场。热烈掌声，泰鲁格族王子出场。热烈掌声，哈鲁格纳威在线。掌声不够啊，热烈掌声，头目出场。小朋友手里拿着苎麻，苎麻练习抽绳丝，抽绳丝要会织布，会织布了以后才可以纹面，才可以结婚嫁人。